诗篇第四篇一节，显明我义的神啊，我呼救的时，求你应我。我伫困苦的中间，你捌予我开阔。现在求你怜悯我，来听我的祈祷。恁这上顶人啊，恁将我的尊严变作凌辱，要到第时啊？恁喜爱空虚，憔悴虚假，要到第时啊？恁就知耶和华已经分别虔诚的人归依家己。我求求耶和华，伊要听我。四节，恁都惊吓，唔通犯罪。伫眠床的时，都心内思想，也都肃静，都献公义的祭，也都倚靠耶和华。有真济人讲，什么人会指示阮什么好处？耶和华，求你用你面的光来照阮，你予我心内有欢喜。也过遐丰收五谷甲新酒的人，我要安然倒伫困，因为只有你耶和华予我安然徛起。